我跟你说都录着呢啊。你全给他剪了放上去。喏、豆浆打好了，过来吃饭。你这是特意跑我们家当保姆来了？难道你想让我这两天都饿着呀？不会这么狠心的吧？不行，我实在发不出这个自我管的事。我给你找个管行。现在要求配演员还得会口技。咚呲哒，咚呲咚哒。你有病吧？你说谁呢？我说我自己。我有的时候会自己跟自己对话。咱俩真的有对。你说有没有唱这首歌？特别典型的中式大人。哇，这吸管真粗啊！我用这喝豆浆，想呛死我！猛男，谁要用这种？这是喝那个珍珠奶茶的。哎呦，能找一个已经非常不错了。来吧，咱们准备啊！你在意这点钱，就着急赶我走吧？这是工作需要。我先把要不然我已经滴了，好奇怪。哎呦，他进去他就掉进去了，我又不能，我给他拿个纸，拿个纸，没拿出来。我要是办好了，你得给我奖励。你在家好好等我啊！你发微信？哦，这个整个话都是发微信是吧？对，说那话，说对对。那帮我改名儿，改说法了。前两天我去法兰克福车展上看上了一辆宾利，已经给你定了，就当是给你赔偿。袁董，您太客气了，我那车折旧后也就100多万，为什么这么嫌弃？哎，你就是一条狗。精神瞬间说角色就可以啊。说角色啊，袁董，这是这次土狗，你想说土狗？我说这狗屁，你这是土狗人吗？这哪有人呢？这个剧本，怎么？我跟你说，都录着呢啊！我把你全给他剪了，放上去。